老夫人，按您的吩咐，约了张捕头，趁势在城外的小茶楼见面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事到如今，也只能冒这个险了。 得罪我们贺大东家了？还有谁呀？他整天给我添堵的家，你说说，怎么他奶奶的这么倒霉啊？我就一眼没照顾到，史密夫就在我家挨了一枪，死了。杀了洋人？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 他要对菊生，那个，这杨人，哎，结果被明生和润生给看见了，情急之下就给了他一枪，哎，死了。你等等等等，到底是润生开的枪还是明生开的枪？这都不重要了。哎，反正润生已经承认了，是他开的枪。那怎么行？ 你们都没弄清楚到底是谁开的枪，凭什么让润生去认罪？那不把润生交出来怎么办呢？难道把我的儿子交出来吗？行了，这事儿没办法，只能是润生干。绝对不行！有什么不行的？润生也是你的儿子。 你说什么胡话呢？我没有说胡话，润生确实是你跟我的儿子。当年是你娘，她买通了春娘，骗我产下死胎，然后把润生让裴伯领入了贺家。等等等等，你听谁说的？到底是铁定的事实？什么事实？你没有想过吗？ 当年我生下孩子，我的儿子死了，就在同一天，你们贺家的下人就莫名其妙的多出一个孙子来，这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？你就没觉得润生跟明生长得很像吗？他也有很多地方跟你长得很像啊。 我知道，你想仔细切，但没根据，不能这样瞎说胡话呀！我没有瞎琢磨，你不信去问你娘啊！这贺文达，干嘛？不管怎样，我绝对不允许你伤害我的孩子，不允许！哎呀，你疯什么啊？哎，楚楚，前一段时间你说明生是你孩子，现在又是润生了。 你有完没完？哎呀，行了，现在润生都已经认罪了，这孩子真挺好的，啊，他这是要报答我们贺家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别说了，就了了，行不行啊？贺文达，你竟然说出这种话来！你混蛋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？你王八蛋，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？你，这么烦啊！哎呀。 我来这就是要静一静的，哎呦，走了我！你个混蛋，你个自私自利的混蛋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出这种话呀？
老夫人已经睡了，告诉我润生是谁？他是我的儿子，是不是？ 是娘的心腹，楚楚告诉我的时候，我还不信，现在连你都……难道就只瞒着我一个人吗？娘的心计太重了，竟然连换子的事情都干得出来。娘也是为了贺家，这件事也已经折磨了他十几年了。明生他知道吗？ 你是娘的同谋，我不是，是出了史密夫的事之后，娘才告诉我的。我本来想告诉你的，可是你走了。你告诉我又能怎样？你告诉我让我怎么办啊？你现在告诉我，你能把明生交出去吗？你可以吗？我早就说过，你别假装圣人啊！你们现在告诉我润生是我的儿子，我又能怎么办啊？我是想让你想让爸爸救救润生。晚了，救不了他。 我告诉你，这些都是娘一手造成的，她要为她的秘密付出代价。快快，来，右边第二间。 会是你？我知道了你的事，过来看看你。谢谢。没想到这种事会传得这么快。我想问问你，那人真是你杀的？ 那我为什么听说是明生开的枪？是不是贺家的人故意让你去顶罪？如果是你告诉我，我可以让全部院的人都来为你作证，他贺家就是再势大力大，也堵不住悠悠众口。你别乱说，人是我杀的，没人让我顶罪。你可别乱说，别害了贺家。傻孩子，你不知道。 他们是要把你当替罪羊吗？没有，你不了解事情就不要乱说话。没人拿我当替罪羊，我是自愿的。不是你杀的人，枪不是你开的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别说了，你闭嘴。 谢谢你来看我。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，请回吧。你怎么哭了？
这时辰已经过了，他肯定会来吗？啊，来，放心吧，答应好的。大人，门口有个女人，她要见您。没什么要紧事，打发走。没看我这儿正忙着吗？我已经说过了，她说见不到您，今天就不走。李大人，楚楚拜见李大人。哟，宋老板，有什么事找本官吗？ 李大人，这些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希望你能网开一面，放过那个犯人常润生。常润生，这不贺家的下人吗？是。这我倒有点不明白了，这个常润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让你不惜血本的来为他求情？啊，常润生。 他曾救过我的命，我希望能报答他的救命之恩，所以……哎，这事儿啊不太好办。哦，李大人，您是觉得这些太少吗？这样，我现在马上回去筹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常润生啊已经定罪了，洋人执意要杀他，我呀管不了了。 这钱呢，你还是拿回去吧，洋人呢，咱惹不起。他的恩，你只能来世再报了。来人，在。宋老板，是。宋老板，请吧。哎，老夫人。哎呀，哎呀，张大人。哎呦，您别客气，这儿也没有什么外人。 您叫我程昌就好了。啊，程昌，坐，快请坐。哎，不敢不敢，您坐您坐您坐。实在是对不住啊，公务缠身来迟了一步，让两位久等了。来的时候，我在路上我就想，老夫人这么急着叫我来，一定是为了润生的事儿吧？正是。哎，没想到事情会闹成这样。 我和润生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，情同手足啊！谁想到我竟成了亲手抓润生的人。像这种开枪杀人的事儿，我绝对不会相信是润生所为。我一再问他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就是不肯跟我说。润生是个好孩子，他真的不该年纪轻轻的就…… 所以今天请你来，就是想求你想想办法，你能不能……这恐怕……我知道，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杀的又是洋人，可是这个洋人他是要欺负菊生跟雨农啊，那润生是为了保护他们才开的枪啊，不错。 他是有罪，可是罪不该死啊！所以，我们思前想后，只有求你，只要能保住润生的命，我们贺家绝不会亏待你的。老夫人，作为贺家的朋友，润生的兄弟，我能理解两位现在的心情。 可程昌毕竟是个官差，是衙门犯，这种知法犯法、设局放人的事儿，程昌实在是不敢。张大人。 我8年前就没生这么一个孙子，我拉上这条老脸，求求你，救救润生吧！啊，裴爷爷，老夫人，别再为难程昌了。你们说的事儿，
程程做不了，程程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润生在牢里过得好受些。两位，对不住，受程程一拜，告辞。程程，程。娘和裴伯去哪儿了？到现在还没回来。老夫人走的时候没有说。娘，您回来了。娘，你去哪儿了？这么晚了才回来，你不说一声？又去监狱里探监了？是啊。润生虽然干过活吃过苦，可是还没有受过这么大的罪。咱们一大家子守着一桌子饭菜，他一个人在那儿受冻挨饿，食不果腹，我不放心。我不饿，你们吃吧。娘，吃饭吧。娘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？你想知道什么？所有人都知道了的事，难道你要瞒我到最后一个吗？娘，我也是为了润生。为了润生的事，我去求了张成昌。求他干什么？你以为他自作聪明？你这样反而更害了润生，知道吗？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你到现在才想到润生的死活？我现在才知道润生原来是楚楚跟我的儿子。十几年了，你一直瞒着我，有你这么当娘和奶奶的吗？要不是你当初不肯听我的话，非要把那个风尘女子带到贺家来，我也不会出此下策。好，你永远有理。哼，你那么有计谋，那你怎么不替你孙子想想办法呀？我总会有办法的，我不会让润生冤死。你以为这样可以救他？啊，你把他弄出来，冒多大的险啊！搞不好被查出来，就连累整个贺家。干什么干？我说错了吗？润生为谁顶罪？你最清楚，两个都是你的亲生儿子。你说，咱们该怎么办？那你呢？如果两个只能绑一个，你怎么选？你，娘，东家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救救润生吧！只要你能够帮贺家这一次，我保证，我保证，我愿意一辈子留在林家。我愿意做牛做马，我无怨无悔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做牛做马？哎呀，东家，要是我和我爹以前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，我请你大人有大量，请你原谅我们吧。东家，东家，求求你救救润生吧！只要你能够救润生。
我可我爹一辈子都会感谢你的大恩大德的。东家，我求求你了。徐生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这洋人要的是这小子的命，他不是钱，洋人不缺钱，所以我去了也是白搭啊。更何况这忙我不想帮，就算我想帮我也帮不上啊。东家，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话，我就一直这样跪着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就跪着吧。啊，等等，东家，东家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东家。救救润生！夫人，你可记得是往这条路走吗？沿着这条路一直走，见到大路口就告诉我，我看看我还记不记得路。您上山是去找什么人啊？一个也许能救润生的人啊。救润生哥？嗯。真的假的？他有救了？还不能确定。啊，对了，你千万不要告诉老夫人和东家，知道吗？哎，知道了。快走吧。哎，兄弟们在一线天巡山的时候，碰上一辆马车翻了，一男一女，半死不活的，我们就给带回来了。你讲的那个女人长什么样？看起来好像是大户人家的夫人。人呢？就在外面。看看去。一直昏迷，可他嘴里一直念着你的名字啊。老沈，把他抬进去。兄弟们，抬进去。慢点，慢点。都散了。散了吧，散了。这个是治跌打损伤的药丸，绝对管用。好，倒水。好，来，大哥。出去。啊。
裴君。我这是在哪儿？你怎么来的？来福呢？在外头。放心吧，他也没事。宝琴，我说，你怎么会这么鲁莽，跑到山上来找我，还把来福带着，出什么事了？润生吧，润生怎么了？野卫开枪打死了史密夫，现在关入大狱了。润生他开枪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史密夫来家里谈生意，喝多了，对菊生起了歹意，鱼龙相拦，史密夫恼怒，结果润生就开枪了，是不是？说话呀！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是，是明生开的枪，润生他替他顶罪。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润生呢？我们也不想有这个结果呀。润生这孩子，你别看他生得文弱，但是肩膀不软，有担当，楚楚知道了吗？你知道楚楚就是润生的？我知道，楚楚肯定比我更难受，他还没来得及跟亲生儿子相认，润生就入了大狱。铁军，我左思右想，现在只有你有办法救润生了。我为什么不是你们贺家的大东家呢？他能有什么办法？他打算放弃润生，他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父亲。所以你们才想到把难题又交给我，是吗？我说过，拿完地契之后，我不会再往贺家了。难道你愿意看着润生去死吗？那你想怎么样？你愿意把名声交出去吗？不，两个孩子都是我的心头肉，我哪个也不愿意失去。那你想要我怎么做？铁军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知道你本事大，你救救润生吧，好吗？铁军，不是不可以的，可你就不想，万一有啥事，我也栽进去。行了，何夫人，身体要是没事了，你就回去吧。你真的不愿意帮我吗？我是不愿意帮贺家。别忘了，贺文达是我的杀父仇人。如果你不愿意帮贺家，那好，我花钱请你们兄弟们，你开个价吧。你以为有钱就能买我兄弟的性命吗？阿山，宋柯。铁军，顺着这路出去就能回去了，保重。等等，我
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救人一命吧。别跟我说这个了，我心意已决。何夫人，保重。走吧，铁军。是谁呀、啊？他为什么不救润生哥？过来再说吧。回来呀！啊，我出去办点事儿。我们大家都在找您呢。哦，那老夫人和东家现在？啊，老夫人已经睡了，东家去二老爷那边说话，也还没回来呢。哦，行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看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哎，等等，你一见我就要走吗？自从他走了之后，你就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。我就这么令你讨厌吗？少爷，早点休息吧。倒上，哎呀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就这一口，就这一口啊，就这一口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。你现在酒量不行，想当年你可是号称二斤不倒啊。嗨，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。哎呀，不提了，不提了。来来，其实啊，我还是有个事儿要求你呢。哎，有话直说。还不是为了那个一直跟着我的常润生。哎，他可是死囚啊。谁说不是呢？这孩子跟着我的时候啊，那可是规规矩矩、本本分分的。没成想摊上这么个事儿。孩子年纪小，没经过什么大事儿，我怕他在里边受皮肉之苦。老张，你这话就说错了。你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，我保管他在我这儿免受皮肉之苦，让他吃好喝好，一点不受罪，爽快。哎，有你这句话呀，我这心里踏踏实实的。来，哎，我说一会儿喝完这一口啊，我还想进去看看他啊。哎，见官去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啊。好，张明，来。Thank you.
怎么会有一个洞啊？不啊，怎么会有洞呢？我在这儿关了有十来年了，没人说话，快要闷死了。挖开，好歹能聊聊。大爷，那原来住我这间牢房的人呢？你这个是死囚牢，带出去就是行刑了。小子，你又为什么进来的？杀人。看不出来你有这个胆子。老大爷，你没事吧？病入膏肓，命不久矣。那要不要给您请个大夫来？他是不行了。别这个东西。日升，日升，我来看看你。张大哥，都好吧？啊，我去了你们家，见了夫人和老夫人，他们都挺挂念你的，他们想让我。你也知道，我的权力也有限。润生，我想看你还有什么要求，我能帮你的，一定帮你。张大哥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所谓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也许我上辈子做的孽，这辈子要还吧。只可惜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。如果还有机会再见一次雨农。来人啊，来人，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别嚷嚷，你这个老不死的还想喝是不是？再嚷嚷我打死你。我要喝，给我一点。张大哥，隔壁的人可能病得挺严重，要不要帮他叫个大夫来看一看啊？怎么样？哦，张捕头，没事，这个犯人最喜欢闹事儿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没事，没事。张大人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这个犯人不动了。我去看看。哎，快开门！是。先去叫大夫，人死了。是，快点，快点。张大哥，张大哥。